但是我还很硬朗啊、哦，但是我的身体很硬朗，但是呢，我的身体很硬朗。我这已经 OK 了，看他越打越小力了，第一下超大力。他应征那个日本第一公关，十大杰出青年，又杰又出，我就不相信我不能应征店长，我也很可以。哦，完了，又杰又出，我就不相信这个脚踏车声音可以。好，我一个正常人，一个要，对不起。我54岁，但是我还会硬朗哦。嗨，我是姚元浩，我就不相信我不能应征店长。对不起。加油，最后了。其实你刚问我，我还真没有面试过。因为以前我们就是找个工作就去就要做，没有什么面试。哦，哎，嗨。又有一个面试来。好了吗？在应征吗？饿了哦。我们要去应征他，你可以一起下来。好，我可以一起去应征。哦，自私。六楼对吧？自私的邻居，我去六楼帮你看看是谁。来了。站右。没有，另外朋友来也是来应征的。二楼，谢谢。你看没有？这种就在杜拜应征的。啊，登下去。应征杜拜的。他应征那个他应征那个日本第一公关。哎、欸，是蛮像。他跟我妈有什么台词？竟然有台词！不要来拍我。四岁的硬啊！那说出来了。什么意思？还有彤彤，我54岁还硬了。我现在屏东，你知道吗？冰店上班太远，太远干什么东西？所以我辞职。嗓门好大。你确定这是一个求职者的语气？我也要面试吗？不用吧。你的、啊。我也有面试。哎、欸，大家好，我罗恩朵。我没有退出哎。我也可以很会哭，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就是上一任店长的特色。哦。来，开机，5、4、3、2。嗨，你好，我是陀同康，我54岁，但是我还很硬朗哦。那个之前哦，在那个屏东一家冰店上班，但是真的。这个距离太远了，所以我辞职了。可是呢，因为我有小孩，我有太太，我有家庭要养，所以呢，很需要这份工作。麻烦你了。咔！刚跟你讲，你不要讲说你在冰店工作，你讲说你上份工作是刑警，女人被抓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刑警还太好了，只有我辞职。嗨，你好，我是陀中康，我今年54岁，但是我的身体很硬朗。好吧。我这已经 OK 了。快剪接。来，开始剪了，5、4、3。我今年54岁，但是呢，我的身体还硬朗。好。看他越打越小力了，第一下超大力。5、4、3。
你们好，报告阿龙的，我是十大杰出青年，又杰又出，我就不相信我不能应征店长，而且我也很可以。哦，完了，再一次，对不起，又杰又出啊，不能吗？会不会被剪掉？他剪不掉，你卡那么紧，他剪不掉。嗨，我是亚伦，也是十大杰出青年。我就不相信我这么又杰又出的人不能当选。对不起，我错。丑一，嗨，我是亚伦，也是十大杰出青年，又杰又出。我就不相信这个脚踏车声音可以。你也不相信。嗨，你们好，我是亚伦。也是十大杰出青年，又杰又出，我就不相信我不能应征店长，而且我也很会哭。嗨，你们好，我是姚元浩。哦，这个是我的那个红酒炖牛肉的调理包，因为仓库还剩很多，我的时间也很多，我的优点也很多，我不怕烫，不怕被网友骂，也不怕被污名化，以前呢，工作的伙伴们都说我很暖。很佩服。然后敬礼，有病。还想一声店长。5、4、3，拜托，一定要录取我哦。哦，不用讲话。哦，是要这种的啊！对不起，对。5、4、3，这可以吧？好一个，我不要正常的。这个可以。好，导演，对不起，导演，对不起。我们一个正常。好。我那个比较可爱，好不好？你一定会选那一个。我帮你偷脸出啦。好。好，我一个正常，一个，要，对不起，好，一个，啊，好，对不起。这样有，很棒，比前面正常非常多。好，下班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